前面呢很简单，第一个小节，100个人里面1000个人都会跳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右转。右转 ，nice。一、二、三，这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刚刚的同伴八小节，我们是不是继续右转？看刚才的，刚才的同伴八小节是2、2、3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仍然是右转，但是右转变 B 式停住。右转变 B 式停住是什么意思呢？重心。Yes, good. 好，看这里啊，看继续右转，右转变什么？变 B 式停住。踩下来。所以脚是分开的还是并拢的？分开的。Yes, OK。然后踩下来。One 的时候，一的时候仍然是右转，就像 spin 一样，全脚啊，全脚，对。转动的方向跟刚刚的铜牌八小节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？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对斜角。女生看，一，刚刚是不是二并脚？好，这个步伸平摆过去。二三的时候继续往左边延伸，三到位。好，放到太后面。我刚才看同学有人在练习，位置可以太后面了，导致有点上不去。位置头放在重心偏后脚，但是前脚要有点地，就是马上要有一个压力，有个压力推上来才能接上力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并脚的时候是从低位到哪里？高位。高位的时候左脚记住要踩一下，拎起来。这个很重要，再但是我们的女生就是会变成直，力度是一样的，磨。好，从这里就是一个重心的转换，但是要加上一个 move 的推动。好，你看，好，然后再继续三。这条腿一定要收得漂亮，拉起来这个位置。OK。这条腿一定要碾过来的感觉。Very good。好，男生也是，女生也是一样。One 过来，口袋地，右腿保持在左边。这里也是 two。右腿一定要拉过来。要有一点线条感。OK， 来再看一下。要有线。对，像一飞步的感觉，男生也是一样。一右转过来了，刚刚是不是二要摆起 起来？这个仍然摆，但是在前脚上面。下去。二，踩住。三的时候拉伸。三。像一飞步回来，好，好来看一下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你。好，背走一。是不是右转？好，这里不伸了，摆过去。二，然后再伸。三，但是我的膝盖都没有到什么？没有到高位，就是没有到脚掌。二和三都是在什么掌？拳脚上面。好的。Hover body 这里，女生千万不要并脚，不要并脚。No good， 预备走。一二三。我就上不来了，过不了了啊！女生怎么样呢？保持在单脚重心，左脚收回来，马上就要走开。对，走，一、二、三，看到我这个脚法了吗？好，你看正儿八经的，看正儿八经的，看傅老师脚，看，不要，这里不要并脚 ，no no， 不要 ，go， 大，你就来不及了，其实有点来不及，女生要到哪只脚重心？左脚重心，右脚，哦，右脚重心啊！你看，嘣，右脚，哎，就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好，就到这里，走，滑下来了，不要并脚，明白了吗？再看，预备，走 ，one， 好看这个脚擦过去 ，two， 继续擦 ，three，OK， 可以吗？可以了吗？来 ，OK， 叫什么名字？就是你们所说的。Follow a pivot， 并退左转步接撇转步走四步，所以不能并脚。对，不能并脚，走四步。男生正好收回来，走左脚，走动力腿。One， 一 ，and 二 ，two， 三 ，three， 四，全部都是在脚。One 在哪里？掌。And 哪里？掌。Two 哪里？掌。Three 哪里？四。再看一次。One， 换好了，好 ，and 脚掌压住，不要掉下来 ，no，and 好 ，two 踩上去了以后，不要马上走左脚，现在你注意是不是压到右脚？先哪只脚？右脚先完成一个漂亮的 pivot， 掌转，对。
在左脚完成一个漂亮的 pivot， 这就 easy 了。转两次，明白吗？他转过什么？转。不转，然后继续转，对不对 ？No good。你看，我要给他第一个，再完成第二个。好，然后女生不好。